又称僧伽，是梵文桑嘎的音译，泛指多人组成的团体，即为大众的意思。在佛教信仰中，僧团最早出现在佛陀成道后，为无比丘说法。无比丘皈依佛陀出家，佛、法、僧三宝于焉具足，是最早的僧团形式。在鹿野苑度了无比丘后，佛陀再度化外道沙门三迦舍等领袖及其弟子1500余人，再度化富家子耶舍及其朋友等70余人。佛教出家弟子与在家弟子二众弟子于是逐渐壮大，而有佛教教团。僧信二众皆以佛、法、僧三宝为依归，持守佛教的戒律，彼此之间相互护持，分工和合共修，为佛教教团住持正法、度众利生而共同努力。但是到底要如何结集佛教教团里每一分子的力量，注意社会、国家乃至佛教本身，这其中需要教团领导的智慧。2014年11月，香光尼僧团方丈悟英长老尼受马来西亚佛学院的邀请，为佛教教团的领导智慧研习营的主讲人，讨论佛教教团的领导方法与道场管理智慧，僧人在社会的角色与功能，人才的培养与励志等议题。研习营的目标是希望激发僧信两众自我管理，增长道场的领导智能，期许佛教正法久住世间。主办单位马来西亚佛学院位于美丽的槟城，是马来西亚最具历史的佛教教育单位，成立于1970年，是培养宗教专才的佛教基地，以慈、惠、情、舍为院训，已成为慈悲心、大智慧、精勤不懈与习舍的弘法和住持人才启勉学生。本次活动的执行单位为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学生会，由学生主导整个研习营的运作，培养学生办理国际活动的能力。活动一连5天，在热闹的气氛中拉开了研习营的序幕。研习营的开营，主讲者悟英长老尼开门见山，破题这次领导营最核心的关键字“团”。从“团”的概念出发，说明团队的力量与团队的意义。生是什么意思啊？是众，生就是众。那众在哪里啊？我的示范方式哦，你们姑且看之哦。不好意思哦，我也不会不好意思啊。大家看着，看清楚哦。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来，谁来帮我把它收集在一起？当这些又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一张纸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小团体。好，谢谢你啊。那你站好哦，你站好哦。我这么一捏，扎它会不会痛？会还是不会？为什么呢？这叫团。所以团是什么意思？来，拜托，团是什么意思？你先站好，我来扎扎看他。这样扎下去会不会痛？所以什么叫团？好了，谢谢你。悟英长老尼是台湾台中人，早年出家，受学于白胜长老、天乙法师、明宗法师，现任香光尼僧团方丈。
香光尼众佛学院院长，主张佛门女众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故以教育为出发点，于1980年创办香光尼众佛学院，1985年建立香光尼僧团，住持弘化一方。长老尼对于比丘尼戒律之实务与研究透彻，经常鼓励尼众秉持独立、开创与好学的精神，走出比丘尼的一片天。开幕式中，马来西亚佛学院教务主任季尊法师也给予参与研习营的学员们鼓励，期许为大马佛教的团结努力，共创佛教弘法的新愿景。我们大马佛教都很需要提升跟增上，我们都很需要做事，但是做事背后的整个基础、整个学习的背景，我们没有打算要稳住的话呢，这个做事可能会让整个大马佛教会只有像我们刚才看这个纸张湿了掉在地上，他连那个团都没有，或者他的团呢是不是就形成另外一个去向。那么在此呢非常期待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就在这个营队当中，我们互为增上。本次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以及信众居士，每日的活动充实活泼，从起板早课开始，在宁静的禅坐中吸收一天上课的能量。每日早课后，课程的重点围绕着佛教教团的领导智慧进行，由悟英长老尼开示，期许僧团在马来西亚有长足的发展。我只有要想说，这个是一种争取平台的方法，而且从平台里面呢再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那个团子呢，事实上是什么？就是从个人结合的民间，结合着信仰的人，然后慢慢的有组织化，同时呢也开始呢有一个方向，越来越改善，越来越改善。教团怎么出现的？教团怎么滚动的？就是如此。什么是智慧？其实更多的是好好的开始整理我们马来西亚的佛教的教团，这个是开始。那怎么整理呢？从你的常住整理起，把你们的常住开始。怎么会出现的呢？它至少还是成了一团嘛。把这一团整理出来，你落实下来，你一定会，如果不够，你再找专家学者来帮忙你，长老大者帮忙你，这些呢，你会找到一些资料，这就对了。不要从别人身上去乱套，没有用，没有用。这个是我的看法。除了僧团的领导智慧，悟英长老尼特别从僧团的社会功能的角度阐述僧团在社会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参与社会。宗教呢是教要教化社会，同时从自己先教化开始。所以佛教要奠定深化在人间，而且呢可以构成为指导。它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如果叫做一个佛寺，或者是一个中心，或者是一个机构。它最好呢，它就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平台，让人走进来的平台。这里就是一个学校，把它学校化，把它为一个教育的中心，或者是社会功能的中心。这样的话呢，佛教
才会越来越有希望。因为我们的佛教教团的在哪里？在社会，在国家，在社会，在国家，不是关在围墙里面的。关在围墙里面没有用，本身自己要知道什么，然后扩散，扩散，扩散。你不可能一直在这个教室，在你那个位置上吧？如果一直坐在那个地方，那就死定了。研习营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以佛教律制为题讨论，由建可法师主讲，讨论律制在僧团中的重要性与其意义。从律藏当中呢，可以看到佛陀持戒的原则。那持戒的目的呢，是不是为了要管制或约束大家，而是为了让大家在断除烦恼、断除烦恼、成就解脱的这个这条解脱道的路可以更加的平顺，所以其实是创造的一些因缘，可以让我们的修行啊，可以更加的如法如律。那律的出现呢，事实上是为了要支持整个僧团在修行上面可以更加的平顺。所产生的一个修行支持系统，去比对在佛陀时代佛陀的弟子跟佛陀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从他证悟一直到他往生，他传法，然后在整个僧团建立的这些律制的这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最关心的点还是怎么让正法久住世间。每日授课法师会提出讨论提纲，让学员进行分组讨论。讨论的议题多为时事，学员从讨论的过程中寻求彼此的共识、经验分享与具体的做法，并找出僧团的决策概念与管理态度。每天的课程充实而紧凑，晚课静坐后，参与的学员们为一天的学习写下心得报告，将每天的作息留下记录与反省。正当研习营的同学都就寝后，执委会的学生还得忙着开会检讨，并与授课法师规划修正活动内容。结束会议后，都已过了半夜，莫不就是希望研讨会圆满顺利？研习营课程期间，悟英长老尼也很关心佛教在马来西亚的状况，特别安排了几个参访行程，为这次的弘法之旅开拓了更多佛教在世界的视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是马来西亚全国性的佛教单位，创立于1959年，推行佛教弘法、教育、慈善、青年活动及社会福利事业。悟英长老尼在此与总会代表会面，双方交换佛教文化出版物与结缘品，为此行弘法做了绝佳的佛教文化交流。马来西亚佛学院隶属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悟英长老尼在拜会佛学院时，特别对于教务、教材与生活管理进行意见交流，成果丰硕。这次悟英长老尼大马行还要拜访一位老朋友，他是人文教育工作者华运动教授。华教授在台湾参加课程时曾造访过嘉义香光寺，当时与悟英长老尼互动热络，屡次邀请长老尼到马来西亚叙旧指导。当天我们参观他用心经营的人文教育机构温馨院，在这里华教授开办了许多课程，开拓年轻人的潜能信心，协助他们走上成功的道路。槟城是个热闹的城市，
华人人口居多数，当地汉传佛教的信仰中心是百年古刹极乐寺。鹤山极乐寺是占地广阔的道场，始建于西元1893年，是槟城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寺庙。寺庙依山而建，风水极佳。来访期间正值槟城鹤山极乐寺开山123周年庆典暨第七任方丈升座典礼，并举办了第十次传授三坛大戒、在家五戒、菩萨戒、短期出家起见名扬两例水陆大斋吉祥盛会。极乐寺新任方丈贤观法师也特别抽空会晤悟英长老尼，亲自带领长老尼介绍极乐寺的新设施，为本次的拜会更添殊胜因缘。另一个拜会的道场慧灵院，是马来西亚总会教育主任济尊法师的道场。悟英长老尼受邀在此开示，师父以自身出家的因缘跟大众勉励用功的方法，期许僧众一同延续佛会灯明。我在台湾，我除了办佛学院，我也有办居士的学佛，这像你们这样叫居士学佛，居士学佛班。居士学佛以后的解脱跟法师叫相等，不会差，不会不同的，但是戒律是不一样，戒律不一样。所以让佛法的这样的灯呢，可以永续的传下去，不仅是法师，你们有责任的。跟随着悟英长老尼的脚步回到研习营，课程也接近尾声，学员与授课法师进行了一场 Q&A， 让学员们将课程或修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授课法师交流讨论，过程有趣而丰富。研习营结束的前一晚，主办单位准备了一场温馨的晚会，以无尽灯为题，让与会的法师学员们都感到无比的温暖，感恩大众齐聚一堂的因缘，珍重再见。活动结束前进行了一场座谈交流，从僧团的领导智慧中讨论僧人的奉献课题。首先礼请马来西亚宝玉堂住持，也是马来西亚佛学院教师的开尊法师讲演。法师以自身经验跟大众分享僧人奉献应把握的原则精神。所以我们其实大家能够想一下，我们在听过这堂课，然后我们佛学院的学生即使从佛学院毕业之后有三条路嘛，不是在文化就是在福利，不然就是教育。教育需要我们大家发现世间有教育才有希望，真的。所以要靠僧团，要靠我们这些居士大德的扶持，要延续佛的名，住持正法成。总之教育很长远的路，但是有时是很孤单的路，是很辛苦的，所以希望多一些人扶持。接下来是邀请马佛青总会顾问，有多年举办青年学佛经验，也是马来西亚鹤鸣寺住持的传闻法师，以及目前正在推广的计划行者培训营，分享推广佛学的方法，也是具体实践僧人奉献的示范。那么行者培训呢，就是说从愿到行，圆一个梦，每个人都有梦，那要敢敢的发愿呢去完成它。那么这圆一个怎么样的梦呢？课程内容里面有，就是说一个崭新别具一格的佛法课程，一场震撼一位悠长的生命游戏，一段精彩意义非凡的心灵路程，一次独特刻骨铭心的团队体验。看起来好像很好，很不错，对不对？
管你相信或者不相信，欢迎你来参加，体验一次你就知道啊。台湾香光尼众佛学院副院长建和法师，以香光尼众佛学院为例，说明了僧人在教育上的奉献方式与意义。整个香光尼僧团的教育事业最中心的地方，我们放的叫做僧伽教育。那而且这僧伽教育只是个基础教育，所以我们把尼众佛学院的学生呢，早期我们是5年的学制，现在是4年，它只是奠下一个很重要的僧人养成的基础。那毕业了之后，有各种的奉献的管道。那这些奉献的平台呢，在巫师傅的带领下，常常告诉我们，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我们看起来好像去奉献、去服务，可是真正的僧人教育，事实上是从佛学院毕业才开始的。香光尼众佛学院授课法师自范法师，也以香光尼僧团另一个重要的教育体制，以居士学佛为主的佛学研读班，说明僧人如何奉献于社会教育。那佛学研读班的宗旨就是实践佛陀悲怀，以佛法美化人生，就是让我们的学佛能够跟生活结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他是要学3年，初中高，每一年有18周，那而且我们有分国语班以及台语班，那课程方向呢，就是它是比较有系统次第结构的来介绍佛法的一些基本观念，所以有知识性、宗教性、生活性及服务性的一个全人格的一个教育。最后，济尊法师祈勉大众持续接近善知识，将本次的活动心得带回常住，落实在自己的道场，让僧团得以永续经营，借此呼吁感谢大众的参与。万丈 高楼平地起，其实课上完了，并不是我们可以有什么很大的抱负理想，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生活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见解跟不一样的想法，这不一样的见解跟想法呢，它就是有不一样的道业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在城市的部分，如果太久的时间，我们又没有继续回到很多善知识的旁边，能够接受一些讯息的话，其实呢，我们这几天的发心也只是一个结缘。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我们互相鼓励，包括我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努力。那尤其呢，我们的合力是最重要的。然后就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悟音长老尼期许僧众走出僧团，弘化四方，以教育的力量成就人间佛教。如果经营要进入佛门，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来参与，而且才有发展的空间，有成长的空间，人活着才有意思。来这里不是只有吃斋，香光尼尼众佛学院，尼众是什么？尼众就是尼僧嘛，尼僧是什么？就是僧伽嘛，叫香光的尼众的僧伽学院。也就是什么？我一开始设定，我不是要吃斋的，是要那个僧众是做什么呢？他说要做老师的啦，是要做师范教育的啦，要走向世间啊，做人间的，像那个走来走去的那个沙门。我一开始这样设定，叫宗教师。研习营闭幕式在马来西亚佛学院与香光尼众佛学院互赠纪念品的欢乐气氛中圆满成功，学员们彼此鼓励精进，持续推广佛教教育，团结齐心，让正法久住世间。
本次雾音长老尼马来西亚的弘法行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香光尼众佛学院的招生，同时也要看看数十年未见的老友长昌长老尼。千佛寺位于吉隆坡，是个极具特色的佛教寺院，古朴庄严，注重均为女众。住持长昌长老尼与雾音长老尼是旧识，这次与香光尼众佛学院合作招生，推荐了两位法师应试。通过考试的法师将会到台湾香光尼众佛学院进修。会谈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学生求学的渴望与热诚，也再次印证了教育传承的重要。结束了考试会谈，也接近了这次弘法之旅的尾声。雾音长老尼鼓励千佛寺的小朋友用功读书，长老尼陪孩子们朗读中文诗文，孩子们也贴心地牵着长老尼参观千佛寺建筑与各厅院。远道而来的怡宝紫竹林住持季顺法师也专程来会见雾音长老尼，双方久未见面，一见如故，诸位法师一同用餐叙旧，相谈甚欢。这趟马来西亚弘法之行，雾音长老尼以稳健的脚步，风趣的言谈，将香光尼僧团悲愿、力行、和合的信念分享给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们。愿大众明白团结的力量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基础，僧信二众在团队中不仅可以发挥个人的特质，更能借由团体的力量有更好的发挥平台，共同体悟佛教教团的领导智慧，实践佛化人生。